基隆市选委会主委方定安，在民政处长也是总干事的张渊祥以及副总干事郑锦龙陪同下，代表中选会致赠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当选证书给基隆市立委当选人林佩祥。林佩祥表示，收下立委当选证书的这一刻，感觉责任很重大。拿到当选证书的感想，第一个是责任吧，很重的责任。因为就政治现实面来讲，基隆只剩下一席立委，所以我以前曾经提过，这个基隆市的立委就是基隆市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除了是基隆代言人之外，也是最直接能够向全国去争取资源的人。所以佩祥会觉得这个急迫性是有的，这个一千多个日子很快就会过，那每一天都要尽力帮基隆，帮我们自己的家乡多谋点福利，多拿点权益回来。而身兼基隆市政府秘书长的方定安，除了再次恭贺林佩祥之外，也期盼未来林佩祥立委可以协助市政府向中央争取预算，以及协调相关公有土地利用等事项，推动市政建设，都需要中央给我们的预算的补助。那这些预算的补助，其实在各个部门，包括工程类啊，或者社会福利类啊，甚至是环保类的，都会有。那我们基隆市政府会把它整理一个相关的一些预算的一些科目或项目，那在什么时候需要争取这些预算，我们都会把它整理起来，那到时候会麻烦立委来给我们协助。第二个是包括公有土地或公有的事业啊，国营事业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土地啊，那我们针对有一些可能是要涉及到有偿或无偿的拨用，甚至是共同的开发，其实对于基隆的后续的发展也非常非常重要。准立委林佩祥则表示，包括市长谢国良想要在七堵区积极推动和台铁共构打造商业办公就业大楼，以及以阳明海运公司为中心，在阳明海运两侧规划打造七堵的就业基地等等，涉及到相关中央单位土地利用等问题，他都会积极协调，至少希望中央单位和市政府推动的方向以及立场是一致的，为基隆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并且让基隆市在产业发展各方面会更好。那佩祥都会认为说，既然是在基隆市里面，那你要跟基隆市政府获得充分的沟通，至少立场跟方向要是一致的。所以针对其实不只是只有七堵明德一路那边的土地，还有其他地方，那基本上佩祥都希望说，我们基隆的中央单位都可以跟基隆市政府来去做一定程度上的配合，在方向上达到共识跟一致性，然后来全力帮我们基隆人谋取最大的福利，然后也同时之间让我们基隆的未来在产业上面，在于土地利用上面，在于生活上面能够更好，能够更方便。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